麦基买面，他们麦基有面包哦，好屌哦！那面包不会过期吗？生与死靠近，感觉最近开罗拉都是先抽卡，都快变卡牌游戏了。哇塞，死亡将会使重玩必测结束。哦，一个哈扣模式的大头敌人，好酷哦！这个也太逗趣了吧！敌人拥有较大的头部，并降低身体受到的伤害，这个超酷的，这个大头敌人。敌人总是能闪躲近战攻击，哇塞，这不就是那个吗？红双刀吗？还是黑双刀还是白双刀？哎呦，给予神圣暗影盔甲。感觉很屌哎、欸！哇，这是 DLC。存15万来抽卡，虽然不知道存不存得到。好了，那我们继续。前天还是大前天，我忘了。继续上次的进度，上次就是破，我们就用了一堆投石机嘛，用了一投石机，然后破完那个城门，成功进入到，就是正要进去，还没完全进去。然后就是我们破了一堆门就对了，就是一个工程大队。哇，打声音真的很累。哇，哦，大家如果可能有些人有去看蓝猫的他的那个直播，他里面有讲到，不知道下一期还是下下期的精准，他里面有讲到精准词，然后精准词的内容呢？我个人觉得是还可以，但看他抽起来，我就觉得还蛮坑的。究竟，然后依照目前的他的直播状况，应该就是那个词没错了。大家应该可以再把水晶存下来，因为那一池的圣痕，武器是还好，武器反正抽到就用，没抽到还可以。还可以分解，但是那圣痕就真的很尴尬。信马尔的三件套，也就是那个黑板鸭专属三件套，然后它几乎所有效果都跟黑板鸭有关系，其他的角色抽到根本没屁用，这是最尴尬的地方。其他角色抽到根本没屁用。因为你不会隐身啊，哎，毒词啊，我只能说毒词啊，除非真的对黑板鸭有爱吧，不然那一词有点毒。但是那一词让我看到一个很靠背的东西，就是它里面有索尔啊，里面有非 up 词里面有索尔啊，看得我心痒痒。只是那时候看懒猫抽完，他非 up。都抽到一些很奇怪的东西，我就瞬间完全不想抽了，直接让我完全不想抽了。非 up 词要抽非 up 词的东西，真的太难了，真的是太难了。建议大家，如果你想抽的东西是在非 up 词里面，至少准备个50抽以上吧。准备个50抽一下，然后还要有心理准备，有心理准备抽不到的心理准备。up 池30-40抽，应该还有机会入手，非 up 就难了。
怎样？哪里有敌人？我们听到敌人的声音。Jump！八重折塔只是忘记冰块，是神器，因为我是例外。反正过冲要抽就抽个十抽了，不然单抽也可以啦。可是你要靠，就是你可以无聊拼个一抽看看，没有就停手。不然我觉得，要么就抽，要么不要抽。我应该也会抽个一抽吧。反正一抽看看能入魂，不能入魂那就算了。好，你要是我怎么过去？请问我怎么过去？哦，看到了。那黑板鸭不是那么值得投资的角色。哟！也不好干。其实某方面来讲，还是建议，因为不考虑黑板鸭的话，那一池明天啦、啊，应该是明天的，明天那一池的扩充，我还蛮建议新玩家去抽的，就玩家就也可以玩玩看啊，反正抽只银狼回来，你可以少干个。三四个礼拜吧，应该可以少跟个三四个礼拜，是吧？银狼基本上不会难抽啊，我觉得啦。按照以往的几率来看，这种像抽勿忘的时候，就会抽到一堆逆神，是一样的道理。这次环境是不是会被四大火烧光？对啊。有新的矿工，好兴奋！还好吧，银狼还是有实战作用的啦。
不过新的矿工感觉真的是蛮爽的。我现在要挖矿都不愁没得派，通通给我去挖矿，通通去挖矿。你们都别给我废话，都给我去挖矿。爬呀爬呀！哎呦哎呦，最好是爬，爬一层掉一层怎样？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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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这个角度，罗拉，你头挡住我了。Shit！ 哇，一个人在往上爬，下面还有几个人停在那边，怎么回事？他是雕像吗？为什么他浮在空中？为什么下面有几个人浮在空中？好诡异的啦！你看他们都停在浮在空中哎，因为他们注定要丢下去吗？就不让他们继续爬的意思。这破图也太好笑了吧！他刚是被自己人拉下去吗？哦，不是哎、欸。是那个嘞，是那个圣三一啊，圣三一跟那个，哎、欸，我、哦、靠，干，太夸张了吧，被炸成这样子。哦！哦！拜托不要很前面，还好。吊着罗拉玩捆绑 play， 想抱大腿门都没有。想抱大腿啊？这小杂鱼想抱我大腿，安娜，安娜，啊 ，Get down， Sophia， Where are you？ 他们去拿投，他们去用投石机了。I see you, Laura。We'll do whatever we can to support. 屁的，他这样放任他。Thank you, Sophia. I'll take whatever help I can get. 看这是什么？人之眼呢？
基地营，我是基地营，那就是基地营。我操，怎样？这样比散弹大只就对了。快走啊！我都乱七八糟，知道我怎么射？Thank you, Sophia. Hell of a shot. Why just hold on?再回头，哦，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一路到故事结束了，冲啊！这边我们要把该用的用一用，要跟他决一死战的，要决一死战的。看来今天应该可以结束哦。
阿密波特 VS 伏地魔，有差不多类似的感觉。你要害我有点想玩哈利波特，可是哈利波特好像我之前玩过，忘记是好像是魔法石的那个版本吧？在哪里啊？往哪边走？然后，但是他后续好像就没有再出相关的游戏了，都只有乐高有。乐高的也不是说不好玩，就是但是不够写实。哎呀，要大 PK 了！老板的搭档黑哦。我靠，我猫跟飞机 PK 啊！感谢 Crunchy 的支持，阿里嘎多。We're not gonna be able to hit him from here. I know. I've got to shoot the fireball in the air. Get ready. Let's try again. 我靠！我要射半空中的火。We're ready to fire. Now. Here we go. I'm gonna face me, you coward. 哦，那下来 PK 了。下来挺刺激的。Watch out, Laura. He's on his way to you. 他回来了。原来是打飞机关卡。我靠，快咬我，在哪里？
没有子弹。哦，又来。 Got to signal Sophia to fire that trebuchet. Okay，我ready。哇！自动送上门来跟他 PK， 太爽啦！ 13Mercu13的追击蓝家中，他把我弓干走了。他把我枪都干走了。我靠呗！ 靠近他了。
炫。闪到！哇，直接被砍成狗啊！活该啊！鸡蛋，我现在我要有弓箭啊，我要有弓啊！哇塞！东西还我！想干我的东西。This is not my destiny. I was meant for greatness. This was never your destiny. Your sister let you believe that. QQ. I did all of this.Don't you walk away from me! Wait! Trinity killed your father! No! You're lying! He begged for his life. And when that failed, he begged for yours. Come on! Do it! He begged for his life. And when that failed, he begged for yours. You're not worth it. Usa!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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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 Burn in hell.Burn hell. Oh, 应该是要打最后大魔王了吧？Anna,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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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有点卡卡的。Your brother is dead. Your brother is dead. No, that's what Trinity has wrought. Death. And that's all I'll ever bring. Give this up. Give this up. I gave up everything for this. I have no intention of giving it to Trinity. What about your father? You're dooming him to be mocked by history. How can you let this go when you're so close?I'm willing to make that sacrifice. I can't let you take it. Think of the millions suffering and dying. We can save them. We can change the world together. The cost is too high, Anna. Too high. We're not meant to live forever. Death is a part of life. That's easy for you to say. You're not the one who's dying.But this isn't about you. This is about humanity, about protecting what it means to be human. They're coming. We're surrounded. Jacob, look out! The sword is not meant for the world. This is your chance, Lara. 我们枪大把，这么大一把。Everything you've done. 他的小手枪，但我们枪好大一把，好帅啊！ But I'm willing to. 我们枪也太帅了吧！Well, I'm not. 这枪都没射到，超废。我们手枪好大啊！ Please, I'm dying. This is my only hope.哦，他变大魔王了！他是不是要变大魔王啊？他砸碎他！他砸碎他了！对。It's okay. I'm sorry.
这就是第一次崩坏的来源。Jacob, hold on. 第一次崩坏就是这样产生的。I've held on. 地灵律者。罗拉卡福特。没有啊，地灵应该是雅各，罗拉是第一。I've met few as extraordinary as you. 他其实就是齐亚娜的祖先。It's finally happening. My ending. I'm sorry. 新男朋友要挂了。All I wanted was to make a difference. 都还没来一发就要挂了。帅气的大叔都还没来一发就要挂了。You already have. 他变透明了，不见了！我的妈呀，直接化为尘埃呀 ！My dearest Lara, my dearest Ricardo, I often think about how my father would turn over in his grave. 哇，我们已经结束了，经历了好几天的奋斗，我们跟罗拉一起奋战了那么多天。摸了他这么多次，让他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然后摔来摔去，死来死去的。I still feel like I let him down. I think he would have made the same choice. Come on, you've got a plane to catch. 哇 ！I listened to his last tape 1,000 times.But it's as if I was hearing my father's words only now, for the first time. It doesn't matter what choices he would have made. I have to make my own. The myth of Katesh was real. There are secrets out there that can change the world. I need to find them. Not for my father, not for anyone else. Trinity is still out there, and they're more powerful than I ever imagined. I can stop them. I can make a difference. I can make the right difference. 哦，这就是简单来讲，这个游戏算是古墓奇兵的前，可以算是前传吧。就是以前的古墓奇兵都是直接讲说罗拉在面对什么样事件，什么什么事件的。他这个故事主要在。主要在诉说罗拉为什么成为古墓奇兵。这世界上一定不止这一个秘密，一定不止这个秘密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一定还有很多很多神奇的科学无法解释的东西，拥有着改变世界的力量。但是那些东西一定会有坏人在觊觎这些事物，所以罗拉他就下定决心。他要去跟这些势力去奋斗，他要比那些势力更早一步的找出这些东西来，所以这个叫做古墓奇兵崛起，这是罗拉的起源啊。好啦，我们结束了，就来。欣赏一下他的歌吧。不过整体玩起来真的还算蛮好玩的，而且也不会说真的要玩很久那种感觉。虽然我中间就是他有很多很多的小地方可以收集啊，可以去探险啊什么的，我还没有完全到去做完。但是依照我目前的完成度是89%，然后玩。然后就把整个故事结束，也才玩不到30个小时，但是不会很浪费时间啦，就是就算你真的慢慢玩，我一个月两个月应该慢慢玩，会玩的玩。Outlast 应该会啦，会再找机会来玩，就看看把它玩个结束这样子。
希望第二次玩的时候不会那么可怕。不过你知道的，有妹子不看，为什么我们要去看那些妖魔鬼怪？主角还不是，主角还是个男的。如果我们今天是个女的记者，那我还考虑。真的是哦 ，Alex 应该弄个女的记者啊，弄个男记者。不过整体评价，罗拉是真的还蛮好玩的，画面啊，然后游戏性啊，都相当不错，真的算蛮好玩的一款游戏。也没有哎，这边游戏时间算全部的来看，连20个小时都不到。哎，还有后续哎。Anna, you said another Croft doesn't have to die for this. Oh. What did you mean by that? You killed my father, didn't you? Trinity ordered his execution. I couldn't do it. You're lying. I loved him.我靠 ！It's done. Good. What about Croft? No. Not yet. 我靠！看他还埋伏笔耶！他还埋伏笔耶！那个神秘人是谁？看，好好奇哦！妈的，他还埋伏笔。感激玩家套件。罗拉的头好大，哈哈哈哈，好好笑的。赌徒，搜刮敌人尸体时，尸体可能会爆炸。哎呦，我们有无袖上衣了，财力雄厚，看超吧唧的啦。重点是他那个后续，我还蛮好奇的，该不会后续是要买 DLC 吧？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是另外一个模式，这个也是别的模式，这也是别的模式，这是僵尸模式。哦，这个，这一个好像是有新的 DLC， 然后会有后续的，但是后续的故事，这个可以再考虑看一下，看有没有比较便宜，有便宜的话最近可以，之后可以买来，哇，要300块啊，之后考虑一下。我们就来看一下，而且他这个系列作我还蛮期待他继续说续作的，因为他这一代就已经品质就这么高了，他就有点像会应该有机会像那叫什么《刺客教条》一样持续出续作，然后这种单人的大作，我觉得都会相当的受欢迎，那就是经典的题材嘛，只是就看。游戏公司肯不肯出，然后肯不肯去设计了。
电池十分钟。我们来玩玩看这个模式好了。我们难度最难的难度。哦，这个也挑战，收集三个就1000块，没有死亡完成关卡，0.35内解开第一个水拼图谜题。哦，这可以自己换就对了，没有死亡，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真的太难了吧？我们来解拼图好了。1分钟内完成3个爆头杀敌的数。这两个应该一样。好，来玩玩看。使你获得加倍的分数。他的头好大，好，开始收集物品，避免伤害。大头罗拉，射击灯笼，杀敌人，收集鬼火。不能死，我们全程都不能死，然后还要解那些东东，感觉非常的……哦呦！这也太 Q 了吧！但是还是蛮性感的，只是那个头真的很好笑。No turning back. It has to be here.That the prophet's tomb was hidden in the cliffs above one of the forgotten cities. Legend speaks of an oasis where the prophet was laid to rest. What?Something's here. 头这么大进得去吗？头这么大，真的进得去了。It's the prophet speaking with a foreign army. He convinced them to lay down their weapons. He led his followers through the desert to the oasis. Still no sign of her. I don't think she survived.Let's go. Constantine wants to breach the tomb before sundown. They're after the tomb. I've got to find it before them. These are the miracles of the prophet of Constantinople, unjustly murdered by order of Trinity. Okay, he's shown here performing healing miracles. Dad's notes mention this. My Greek is still a little rusty, but it's pointing to something hidden. Bye. Locations.
这个头，这个、头是怎么回事？解饥渴什么东西？哎，头顺了，头恢复了，这个头恢复了。哎呀，又变大了，又变大了，笑死！哇，好大的头啊！好亮好亮，大头大头！你们最近是喜欢正常的罗，正常头的罗拉，还是这种大头的罗拉呢？哎呀！头大乱七八糟啊！你这恶心！喊的头太大了，重力加速度。大头，重力加速度。挑战你失败 ，QQ 哦，哎，看，惨了，一次雷，次雷，大头摔死啊！Trinity pursued the Prophet and his people relentlessly until finally confronting them in their hidden oasis. 哇，好大的头啊！这么大的头是怎么过得去的？大头快走，大头你快走啊，大头你快走，快一点，惨了，头太大了，卡住了，头太大卡住了啦，The Prophet slain by the Order of Trinity. That was too close. 哇，大头直接穿过去了。Blasting Let's hope this works.滑了，呜呼！大头溜滑梯哦！
大头啊，卡死啦！快走啊，大头！大头差点就溺死了。大头不是应该能吸比较多气吗？氧气应该比较充足才对啊。Stunning. We made it, Dad. Got to find a way to get the fire. Maybe I can raise the water.大头加油，大头！Raise the water. That wall is weak. I should be able to break through.奖励快没有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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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大头冲啊！哦，大头变小头，呜呼！哇，大头变性感的罗拉，
性感罗拉又回来了，湿湿的性感的罗拉。又变回来大头了。Found you. I found you.跑太慢了，大头被打死了。才22000分，你已获得一个礼物套件。最简单讲，就是那个就是一个刷卡的模式啊，那就是一个刷卡的模式啊。至于卡片能干嘛，卡片就是可以让你继续的用，继续的刷。来抽抽，哎呦，哎呦，哇，卡片感觉都很厉害。好了，我们的罗拉